可以了是吧？现在可以。调这个短的啊，把这个移过来，这个移过来，里面的导轨也移过来，这里面这条导轨也移过来，这块板也移过去，就移到它合适的斜上，两头差不多吧。那这边这么多，这边也是这么多，把它移过来就行了。移过来，它下料的位置呢，就是说，那我们这样下料，它过来拿一根做好的来。它现在短了嘛，短了这个位置就要改变了。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么长，我们要把这个带长也要把它缩短。那这个磨长把它调好，多长就需要多长的磨。一般都是吸管加4.5毫米。厘米就是45毫米，就按45吧，加45就是这么啊。对，那比如说我们现在下放好了，它出来的时候，它这个咬到头，它这样咬到头的情况，对，切到物料了，我们就调这个，把这个松开，反时针它就往后走。顺时针它就往前走，可以啊，暂停，高度你录下。对，录一下吧。这个管的高度啊，就是平到在第二条，平到在第二条稍微越高1毫米左右，它这样出来，能够退回来，来，它就是标准的，就是走出去能退回来，来出到这里，它能退到这个原来的位置，就是这个导轨，它走的是直线嘛，它走斜了。或者这样走斜了，就要调这个平衡，这个要凭感觉啊，这个就是客户的感觉了。但是现在调的这个，他搞这个是，他熟悉了他就知道怎么样搞。反正我们以这条中线为主，他要是做大管的话，要把它移过来一点，就以这个中线为主。按正常，他应该就这个规格比较我用的。嗯。哎呀，我先拆拉。你搞了个英文版说明书吗？我哪懂英文的？你发给我中文那个。是啊，我们的八路搞个中文的就不错了。来，开始吧。这个贴板来说，我们就尽量贴到中间嘛，分中间贴吧。这个是可以扯下来的。你要放板，就把这个扯下来，再贴上去。双面胶啊，耐高温的双面胶，那个粘性比较好一点。高温胶会。双面胶，最好有胶把这个再贴一层，再贴一下这个接缝呢，它就不会粘开，因为我们这个没贴上去可能会粘开。来装上去，装上去，我们调它的位置的话，就是说你这个，它要是印刷的这个位置不对啊，不对可以调这个。相差一点点就调这个可以微调的。就是说调不到了，这里调不到它的位置了，这个位置上下调的，你要不加点油墨还是怎么样，就难洗的。难洗。就大概是这个这些。你现在说一下吧，太浅了，要怎么调？比较好的吧，现在吧。就是我们切到这个位置，比如说我们切过去了，它都切到这个位置来了，调这里往上，顺时针往上，它这个就倒过来，或者是反时针降下来，它就往前或者往后的，这个可以调的。正常的这么长的距离是可以调的，但是你太多了，拼差一半这里没有位置调的时候就调这个，松开然后拧。对，松开，随便转方向就看感觉。就大致上是这样的。那还是要自己去调一下才知道哦。这个是调油墨的，那这样松开，清洗完了要把它松开。到时候我们加上油墨的时候，我们要把它调到两个轮子合拢，就是不要太紧，把这个会挤烂掉的，就是合适就行了。看到这个油墨摸起来一点点就可以了。这个制板呢，就说这个制板调。调这个的，调的它刚好接触，也是刚好接触，这个跟这个翅膀也是刚好接触就可以了。可以了。
很简单的啦，行了。他有的时候这个升高了，这个要调一下，摆动一下，反正把这个锁紧就行。膜保护。